暂停暂停，拍照拍照。我们真的在雾冰平台的上面了。那个碗，那个碗我们也没上去过，对不对？走路你不可能上去。是哦。那怎么有人趴呢？趴在那。哎，平台在哪？平台是在背后，对不对？拍一张。哎，这个山壁好像被切的，已经就这样了，都被刮的很少了。对啊，那我继续切喽。嗯，好，我等你。感觉很安全的切。先左切一次，再右切，在这里左切。因为这样子下就很好下。要下来吗？
啊？膝盖。去滑那个，去滑右边我们没滑过的红线，蓝色，对啊，就是原来我们最常坐的那个盖子缆车的那边，啊，下到大概那个那边的树林走这边不是有个通道吗？大概在通道那边就直直冲，我会走在你前面，你跟在我那边，可以一直直直冲，冲到回去那边的地方。它不是跳上去，那里是平的。Thank you.
就觉得我说脚酸的地方那里蛮酸的呢，很酸。这就是我们没滑过的那一道，从来没滑过，从来没有。也没有，之前，而且这段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压雪啊，搞不清楚。啊？左边那一段才是，哎，还是这一段？好像也是哦，有可能。好，走吧。不像哎、欸，好像滑没几下就到了。